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全军出击。又是那含羞蓓蕾呀。此地不宜久留。等他到线上啊，先等小兵站好位，直接上来 EA 他。A 再 A 走，回头 A 不到，他把药喝了，我们还没吃呢啊！把这个兵收完以后，上去 EA 扣他。哎我操！我的杀人意图有那么明显吗？这没用，我塔下必换你。有没有骸骨？这骸骨不能杀了，算了。我就不应该交闪，我让他直接闪现，他不闪我们再杀他。刚才平 A 剑阁西地没到，再来！别急啊！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我想知道。啊！哎呀，小鹿！这我这他妈有点亏呀、啊！我操，给我踹死了，没有眼儿了。哎呦我天哪！我塔下这么多兵。他在等队友，我说实话是真恶心。我这波把这拉尔杀完，兵没吃着是真恶心，把我恶心到了。说实话，把我恶心到了。挺恶心人呢，漂亮。
叫人啊，不用叫人，不要干扰自己家打野的思路，知道吧？叫什么人啊？干干就干干了，无所谓了。你还不让人干干吗？先打他个骸骨。别的我都不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这波塔下你怎么活。你是走还是吃经验？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得撤一手。哎呦我操！变大了。打石头人变大了，俺老孙正等你呢。我大招我也没办法打得过他，也算了吧。上个点炎，我心刚想转大，他就给我拍墙上去了。没办法，没招了，死死了。你终于来一波了，我的好兄弟，回家送装备。你看这游戏基本上就这样，你们家打野搁上路，那他们家打野就搁下路，你们家打野搁下路，他们家打野就搁上路，就是。假如有一波，俺们家打野在下路，对面的打野不知道哪去了，那就赚了，就这么个事儿。塔皮给他吃没？挡一波大招，等它变大。此地不宜久留。25秒。叫做不打不相识。
先开小龙，莉莉亚出现了，再跟他打。先开小龙，好。先打的还不错。假装不打，这波可以打。他要是不上，那也没办法。主要是看他上不上来。闪现。给我手下上塔，我差3块钱。他挺近了，我们不可以没有三下，知道吧？我得把这多兰剑卖了，要不然他白吃塔皮。我说实话，不太应该。不行了，登丹来了。他确实早踢能杀。你过来干嘛呢？等一会儿啊。你不知道他搁没搁草丛里边啊。
把部件还除了，来个红宝石吧。这个暗形之爪瞎子，我就是有点没太看懂。我操，700！还是好帅。这机器人蹬的可以啊，这机器人蹬的位置不错。他咋那么壮？你跳上来呀！把小龙拿了！你们这全都死！你这波还敢打？我天哪！峡谷打了！怎么死的？但是峡谷这一波，我说句实话啊，不一定能打，因为莉莉亚比较大。没事，我们先往后撤一下。哎呦！我不能上了，加油吧兄弟们，我溜了。峡谷没拿着，哎，可惜。差90滴血没拿到。上路守一波，摇晃拿，我这把发挥空间其实不是那么很大，控制有点太多了。主要发挥空间大的是谁呢？是俺们家的瞎子，啊，我勾引一波这个左翼啊。这把得冰女开，我看右边有没有视野啊？有视野。我们这一秒我就没血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上去就一秒钟，我的血条唰。
可一下波没闪，可以开。这不来个血手不行啊，来个血手。小龙买个针眼儿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保住，哦哟，这大了，哎呦我漂亮，这冰女儿给我杀，兄弟们，大龙把大龙拿了，给我拿下，该换个孩子，换什么孩子他也没用，这把呀，这就是俺们这是前排没办法。上去反正就被沉默，被沉默一波睡一波估计就够呛。那辣儿出这么多肉装他都没办法进场，他都进不来。没有死亡之舞太脆了。进场进一半就没了。还好小龙大龙是我还好大。这么的啊，我们直接来小龙，把小龙偷了。这边抉择还是可以的啊，还剩我们跟韩冰一个龙种，谢手出完出春哥，春哥出完出个啥呢，那前排其实我挺需要一个九头蛇的，但是我估计等不到我出九头蛇游戏就结束了。旁边没人的话就算了。我四十一秒有大，这大龙打下来怎么感觉没什么用啊？把自己家露露大招骗了，他们也交大了，他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意义。
露露大招好的快。那视野只能我们排，我要想安全一点，那就那啥，那就放个分身。我不乐意放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上面没有人，他要直接勾我，我就直接干了。我想的是这个样子。下路可以对。好大！我操！那辣耳，你看你们看见那辣耳什么装备没？就这种装备，他三件右装，我们还是一件右装啊，就是半件右装相当于，他都一秒他的卡莫动就死。现在的上路啊，都不够右装。没有用，打人太痛苦了。上单扛两秒都扛不住死。没魔抗，我没魔抗，他一身魔抗护甲。变大了还加护甲魔抗，那都扛不住。太脆了。落手能扛吗？